镜头前这位两鬓发白的老者叫申孝生，是临清肘锤门第五代传人。提及临清这个地方，大多数人会想到临清的弹腿，就连周星驰的电影功夫中也将弹腿融入其中，可见弹腿在武林中的影响非同一般。十二路弹腿攻守并重，名不虚传。虽然临清弹腿早已是名声在外，但肘锤门人却隐于临清一隅，过着平淡的生活。关于肘锤这门功夫，人们也只是耳闻，未曾亲见，颇为神秘。肘锤门起源于临清的某个望族世家，与中国人固有的侠义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他走的是刚猛一派，讲究手扶太极，脚踏八卦，内劲通灵于形意。他不包含八卦太极形意的套路，只采纳其听探顺化，知刚知柔，鲜明奇境的运动感觉。比方说他别人一要手伸过来以后我就接了嘛，他一踩我的手我就跟他下，他停一下，这就跟他下，这接嘛。他这一掌过来以后，我这个呢，他本身就打到我的胸上了，但是我跟着他这个镜头，我就把它化掉了。这本身这就是听堂生花的化。他走这个劲儿的时候，我这个手呢可以挤着他这个地方走。那所谓的那个脚踏八卦是怎么回事？他就是指着两个步要活嘛，把指着这两个步要活嘛，要活下来嘛，他对方怎么走？这是怎么跟吗？不管你对方怎么走，我就跟着你走。这个东西呢，搁到金木水火土五行当中，属于水，形意就是渡然的发力嘛，是不是？这就打嘛，这就是形意，渡然我就把力发出去了，也就是说产生它的一些个变化啊。这个地方随便打了，这个地方就。如今的武术有越来越向表演发展的趋势，但临清肘锤门依旧保持着其独立的个性，以其拳法的奥妙和超强的实用性，在民间被称为精华拳、实用拳。这个东西在运用在实战当中去，平常打过来以后一搂就打，是不是一搂就打吗？是不是一要手的一步往上面一穿，这个地方就是挑打吗？就打这个吗？这个地方一打，我不打他认为我这个地方是个便宜嘛，是不是？他一打我这个，他认为我这个地方是便宜，这本身这就叫做假干道术。一打我这个，我一接，一打那个，这个打了吗？是不是？他一打我那个，我这个时候挑，这个时候打了吗？一转身就出去，这个，他打了这个地方又防了又打了是吧？对，固打合一嘛，打合一。经过了几代的传承，如今肘锤门人所练习的功法主要有两通、十趟锤、四季锤、七星锤、八方锤等。四季锤与七星锤均为肘锤一部分，四季锤按春夏秋冬分冷锤和热锤，七星锤表现的是人体七个部位，即腕、臂、肘、肩、胯、膝、足的打法要点。起势第一下回首就为东，一二三，起势第一下，对，这是冷手，打完以后直接就进，这叫冷，这叫冬。所谓肘锤，顾名思义，注重的是其手上和肘上的功夫，但在肘锤谱中，大多数是关于锤的招式和组合，关于肘的招式和应用提及甚少。不仅如此，据了解，肘法在传承中属慎言慎行之一，且传至第三代传人赵延庆后便不再下传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赵延庆回家
省亲，在这个时候呢，知道本村附近那个地方有练武术的，有一个比较有名气的师傅，所以说赵元庆就和他进行切磋嘛。经过一番苦战，最后赵元庆才以肘法将其击败，之后便坐在家中等待对方登门造访。等到第二天，被打的这个师傅没有去，没有去以后他就说坏了，再等一等吧。他又等了一等，等到第三天也没有去。到了第三天的下午，他就买了一些个吊孝的一些个东西，他就去吊往这个大师去了。等到第三天，赵元庆居然能够断定被自己用肘打倒的武师已经丧命，这让人多少有些觉得匪夷所思。在这个时候，有人就问赵元庆说，你怎么知道这个老师死啊？他说，我知道啊，第一，我用肘打到他的官员嘛，挂到他的气海，我打了他两个地方，但是我打上以后，我就知道他这个病已经作死了。如果说我打了他以后，他感到了身上不舒服，他回去以后找我们，让我再打他一下，他的穴道就解开了。说到了第二天他没有去，说第三天他就死了吗？中国武术素来讲究四两拨千斤，点到为止，即便是实战也是重在制服，不轻易伤人。但凡习武之人皆知宁挨十拳不挨一肘的道理，实战中应用往往非死即伤。所以从此以后，肘锤门人达成了一个共识，不再轻易外传肘法。肘锤讲究内外兼修，自然协调，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。练习肘锤几乎不受年龄的限制，相反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功力会越练越高，人也越练越精神。就像申孝生这样的肘锤高手，鹤发红颜，精神矍铄。当时这个基本功啊，它就叫做梁通。在当时祖师爷创编的这个梁通呢，它是驼侧腿，它的腿不上步，它叫磨盘肘。它这个磨盘肘啊，它是效合图运转的那个形式，两个腿想合，它这是一个向心力，上肢两个呢一推一拉，它是效法合图两个大臂的螺旋力。这一推一回之中呢，它又有对等的欧力。这个梁通这个东西呢，它本身以腰为太极，把身体的力量分配到四肢当中去，这就是梁通的主要的价值和意义。肘锤口口相传下来的拳谱，充满了阴阳五行、易经、河图洛书等艰深的内功心法。如何理解和修炼这些玄妙的口诀，来自前辈的言传身教至关重要。从开始到现在，林清肘锤几代传人都严格遵守这种制定的收徒传艺准则啊。他这个门规呢，包括什么东西呢？也就是说，非端正之人必不相传，他就勿怕传于歹人嘛。只有品格素质都符合师父要求的弟子，才有机会学到精深的武功。同时也因为其森严的门规，影响了肘锤对外普及。直至2010年5月18日，林清肘锤被评为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从此历经140年传承的肘锤终于走出了林清，开始以它神奇的魅力向世人讲述那些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。